给到大家是273，首付81啊，你就可以把这样的一款末日同款的劳斯莱斯古斯特带走。就是你买一个新的劳斯莱斯，你也是这么开，对不对？买个老的，而且它选配又很丰富，也是这么开，而且你又省去了整整161个 W， 何乐而不为，对不对？何乐而不为？所以说，有老板想要最近想换新车啊，想换这个劳斯莱斯古斯特，给自己长长面了，你就来这啊，你就买这款古斯特，而且这个车标也非常非常的好看，我们的一个天使的羽翼啊，天使羽翼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欢迎大家在我们北京时间的4:30来到我们的秦逸车库啊。我们的车行在成都市的武侯区火车南站，有任何想要了解关于车的或者关于我们车行的任何信息，都可以点击我们头像私信后台。我们下方呢有一个小风车，如果你想看中了哪一款马上想入手的，就赶紧点击我们的小风车啊，输入您的11位爱的号码牌啊，就可以与我进行联系。来，我们再带大家看一款我们的一个奔驰的大 G 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叫什么？不是爱你有多深，是因为你的奔驰开得快，对不对？不是爱你有多这个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说啊，不能传达我们的一个负能量。但是呢，开了大 G 确实会显得非常的霸气啊。我们首先我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阿达西们，你们看到这款大 G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？来，我们互动一下啊。我们现在点赞到几万？现在点赞马上等一下多少？1万点赞。来，我们后台给我们的各位老板，给我的阿达西们发一波福袋啊。阿达西是什么意思呢？阿达西就是新疆话，就是我的朋友，我的 homie 啊，就是我们这个铁血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新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兄弟 homie 的意思，叫阿达西啊。资金不足啊？叫资金不足啊？什么不足？倒闭没有？没有啦。没钱了，那我给大家发福袋嘛，我给大家发。我们后台都没钱了，都不充的呀，你们啊。你们都不充的呀。欢迎大家在我们北京时间的4:22来到我们的秦逸车库啊。这两台车都比较烧油啊，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啊。它排量是 5.5T 的排量，表现里程是7.9万公里，上牌时间是2016年10月。周浪，我现在没空充，你赶紧给我发个福袋啊，我不能骗了我这帮兄弟姐妹们啊，不能骗了我的 homie， 赶紧发福袋啊。来，我们一款表现里程呢是7.9万公里，有私信一下后台，私信一下后台，先带您去看一下这款大 G 570就在旁边，一会儿带你去看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款车是配有什么的？我们是配有我们的一个自适应的续航系统，而且配有什么 GPS 导航这个系统，还有胎压的一个检测装置啊，可以看一下整个的眼睛，就是我们他们专业说车灯，我喜欢说眼睛，整个眼睛我觉得非常像我们蜡笔小新，对，啊，非常像我们蜡笔小新同款的眼睛，炯炯有神，而且呢，就是看上去是这种渣男啊，就是啊，我特别的桀骜不驯，我特别的不羁。但是呢，我的这个眼睛又如此可爱，所以说每个人这个都是有两面性的，这个性格有非常多元的一面啊。所以说我们这款车不要只看外表，它里面的一个就是内饰的环境也好啊，内饰空间也好，而且它配有我们的一个电动的一个后备箱，而且还配有我们的一个胎压检测装置和座椅通风啊，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不管你出去撩妹也好啊，不管你是就是奶爸的话，你后排的一个空间，而且还有我们的儿童的座椅接口，就是非常适合你去比如说出去带小孩去玩啊，这样的一款我们的大 G 的一款 G 一个 AMG 的 G63。想要了解的老板，我们倒计时3、2、1，我们把666打在公屏上面。来，我们新进来的各位阿达西们，想要了解我们这款奔驰大 G 一款2016款的一个 G63，它的一个价格的老板，倒计时3、2、1，我们把这个66给拉拉打在公屏上面，倒计时3、2、1，来，我们公屏互动，走起来。
我们一广表现里程是7.9万公里，上牌时间是2016年10月，排量呢是5.5T 的这样的一个排量。我们的这个新车的指导价格呢是271个 W， 在我们直播间给到大家价格非常非常优惠，所以想要了解价格，老板一定要给拉拉866打在公屏上面，好不好？想看内饰，来带老板。来，这款车这个车门呢，就是关车门的声音，就是一个子弹上膛的声音。可以看到一个爱马仕黄的这样的一个座椅靠背的一个设计，再配上我们的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，一个这个我们的换挡拨片啊，多孔式的一个仪表盘啊，再配上我们的一个前后排的一个大空间，而且呢，我们后排还配我们的一个小书包。男人真的对小书包有迷之的这个爱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，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都会问我们说配不配小书包，有的啊，大 G 是配我们的一个小书包，而且呢后排的空间也比较大的，一个爱马仕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，爱马仕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。啊，欢迎大家在我们北京时间的4点半来到我们的锦衣车库哈，欢迎大家到来。有一句俗话说得好，叫什么？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千年修得共枕眠啊。我们关注主播，咱不要钱。希望新进来的各位老板们，给这个新进来的各位 homie 啊，各位 adasi 们，给主播拉拉啊，给我们的拉拉点一波关注啊，点一波关注。有任何想要了解的这个车型，我们都私信一下后台。来，刚才六扣起来了吗？扣了几个？两个。那我不讲这个价格啊，不讲这个价格，你们私信后台。扣了两个，咱就不讲啊。一款这个新车含税价是271的一款车啊，在我们直播间给到大家一个惊喜价格，而且你现在关注我，再上一个粉丝灯牌，就能够拥有大额的优惠券，扣了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全款价格是168，首付呢给到大家50个 W 开走，可按揭可置换。你现在关注我，再上一个粉丝灯牌，还能够拥有大额的优惠券，而且还送你什么？还送你终身半价的一个洗车服务。我试驾的点赞上5万，现在点赞到多少了？1万1，点赞到5万啊！我给大家试驾一下，点赞到5万。来，我们还想看什么车型？我把旁边这辆那个 LX570 还有LX570